大家好，那这是我第一次上去一座城国的表演。这个题目是临时出个计划，那临时就是临时要吃的食物，所以要事先准备好。那我做的是有关于政府公开资料，那这是政府公开资料的网站，里面有很多政府所提供非常宝贵的资料，像说这个是政府其实他们也有在统计新鲜人的体积多少，那这个答案的话，它就是用 CSV 去储存的，但是很不幸的有很多答案它并不是。有很多答案，它并不是用 CSV 或其他表化的格式去输出，像说他们用 XML，或者是说用，对，然后这是失业率，像我观察到结果是很多经济相关的数据，或者是很重要经济指标，政府很喜欢用 XML 去表示，那其实用人眼非常非常的难阅读。那 XML 大概长这样子，在那个公开资料网站上面，他们提供的数据提供 XML 答案大概有至少好几千米，大概至少6000米以上，所以基本上这些资料我们都没办法一个一个去做客制化的爬文处理，那变成说我们要做到盲爬，就是我们在爬文之前不知道那个 tag 长什么样子，然后也不知道它结构长什么样子，所以要去实做这一个演算法之类的那个资料化表格化的工具。所以目标第一个就是 XML 国王计划，就是收集和开发出 XML 的工具。然后第二个目标是，就是找一些平台，像说找手机啊，或者找 Web，然后去找一些平台上面可以让我们去实做一些，让那个政府资料可以公开在那些平台上面。那提供服务的话，目前还来不及。所以这几天做的事情，我们大概实际工作时间大概11小时，然后顺便 demo 一下。等一下，我找不到我的滑鼠。那我就是这个是完全从政府的 XML 捞下的东西，所以上面它是未经过处理的 tag，就是完全是盲爬的结果。那我们可以试着去像说找资料时期啊，还有找总机好了，就可以看到在1978年失业率大概是1点多%，然后我们现在大概已经到成长到大概快5%了嘛，4点多%左右吧，忘记了。那其他的部分就是，因为这个计划在目前还在进行中。那我们找其他对 XML 有想法的人，或者是找美工、找 UI，然后找一些上 production 的建议。谢谢。